什么东西比方便面更方便？答案就是这个公寓。把衣服放在门口，就有人来帮你拿去洗；安个屏幕，就自动有人来打扫房子。现今两公婆都有工作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想要有自己的 me time 很难。所以，让公寓帮你管理这些繁琐的家务事吧。你是懒惰虫，你是懒惰虫，你的一生都是虫。有时眼睛痛，有时肚子痛，你的一生都是虫。公寓里面呢，已经有幼儿园啦，你随意打扮，穿家里衣服，带孩子下去 ground floor 的幼儿园学习，放学后带孩子去美丽的 facility 玩耍，过后上楼回家洗白白。唉，又是省心省力省时间。你是懒惰虫，你是懒惰。传统的公寓和这个公寓的差别，你没有手拿 SS 卡，那么这里可以用 facial recognition 开门。这里的 CCTV 也全跑 AI， 能够清楚记录每个人的样子，不像是这种萌萌的看不到样子的。有外人进来，保安立刻就会知道，如果有人想在公寓的公共地方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那就不能咯。淘宝 Shopee 买买买，我们这里有包裹箱，安全存放，不怕包裹丢失。当然公寓还有很多细节讲不完，比如29个 EV charging， 有太阳能， Rain Harvesting System， Food Delivery 服务， Property Management 服务，装修服务，打高尔夫球等等等等等等，讲都讲不完。这个公寓在哪里呢？就在 Cheras Bandar Perdana， 在 Sunway Velocity Mall 和 Cheras Vision Mall 的中间，去这两个地方只需要5分钟车程而已哦。屋子里面的空间很大，住6个人也可以很舒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yard 啦，大到可以做 vacation。 这个公寓有三个户型，这间是最小间的，也有整间饭吃，月供从2600起，两个人联名只需要一个人1300哦。如果两公婆都在工作，那么这个房子非常适合你们的生活模式哦。马上点击一下链接预约找我看房和美丽的 facility 吧。